大家好，春天到了，很多植物呢都开始活跃的生长了，尤其是在二三月份，是植物生长的最快速的一个阶段。我这盆木槿花呢也是一样，现在呢它的生长势头呢是非常的快，非常的猛。那么在春季我们养这个木槿花呢就需要注意了，因为很快就要到它的花期了，在现在不注意这个养护，到它花期的时候呢，开花就少或者是开花的质量不高。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现在呢不要再对这个木槿花进行修剪了，它这些枝条呢是。 要长到一定的老化程度之后才能够开花了。这些枝条呢，大概是在二十几天之前冒出来的。现在呢，它已经长得又好高了。那么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呢，它的这些枝条就足够的老化了。所以呢，在现在先不要对这个木槿花进行修剪，我们要在它开花之后再修剪呢是比较合适的。那么现在要给它做的呢，就是给它增肥、给它补肥，能够让这个木槿花它这些枝条快速的生长，让它里面所蕴含的这个养分呢。 足够的多，那么到它能够开花的那一个季节呢，它的枝条里面储存的养分已经非常的充足，对于它们开花是非常有好处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养木槿花就给它补肥，就用这种。 发酵芝麻饼肥，它是芝麻榨油之后得到的一些残渣，在经过发酵之后啊，就可以用来养花了。我们先在这个花盆里面呢，给它挖一个坑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芝麻饼肥埋进去就可以了。芝麻饼肥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要作为一个埋肥使用。如果不把它埋起来的话，它会有一种酸酸臭臭的味道，比较难闻，而且呢，比较容易出现发霉的现象。但是呢，无可抵挡的就是它肥效很好，而且肥效温和，能够持续的给这个。 木槿花补充到养分，现在给它埋上十几粒，大概两个月左右，再给它埋上几十粒的量，那么这个木槿花今年开花就妥妥的了。二三月份是木槿花生长最快速的一个阶段，在现在给它补充到充足的养分，它就能够快速的去生长，那么后期它开花就更加容易一些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